我相信呢，大家在开 YouTube 的时候呢，都会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在还没有按进去看视频的时候呢，视频会主动播放。这个问题呢，会浪费我们的流量。所以我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就是在我们人头像这边，我们按进去，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设置。我们按进去，我们按节省数据流量，然后在这边呢，我们找到一个只在连接到 Wayland 实在动态中静音播放，我们把它打开，再回到我们的 YouTube 界面。当我们设置好的时候呢，它的视频是不会主动播放的。这样子呢，更好的让我们节省流量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